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卡卡生活频道。今天一起来做空气炸锅照烧鸡腿肉。用刀或者剪刀沿着鸡骨头剔骨。鸡肉用盐、糖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大蒜腌制15分钟。把鸡肉放到烤盘里，然后放入空气炸锅中。370华氏度烤10分钟。然后翻面，再刷上一层酱汁儿。再继续烤10分钟。烤好后切成条，即可享用。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欢迎留言和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